冰棒啦，我现在在日本北海道的 Big Camera， 然后因为每一次呢我来逛 Big Camera， 通常就是会搜寻网络上看大家都说今年必买的电器是什么或是药妆是什么，但是因为这次呢我们跟了 Kibo 上来，然后他每个月都带团来日本，他自己家里的东西也全部都是日本搬回去的，所以我就想说找他来带我们逛 Big Camera， 看看有什么东西是他推荐一定一定要买，但是网络上的部落客呢或是文章都很少会写给大家，就是那种日本人真的会使用的好用电器，那就赶快看电影片吧。Kibo上推荐的电锅，这台电锅是Toshiba，好，最新的电锅，现在108000块。它这里面呢，你看一下，光是后釜锅，哦，这个横向的后釜锅，它可以做一个恒温的动作，它对流做60度，好，那里面有3亿颗人工细钻，那重点是这人工细钻导热的速度是金跟银的大概8倍，那它加热速度大概32秒的时候已经达到114度，再用1.47量的方式可以提升到114度，这个对流完整，然后呢米粒啊受热均匀，煮出来的饭，台湾的米丢进去，出来就是日本饭。这个电锅会没有关系，好，它会把每一粒米增加70%的成分，所以各位如果要买电锅，不要想太多，直接买它就对了。所以这个电锅呢非常方便，好，各位可以看一下。到日本饭就用这一台就可以，真的假的？好，真的啊，这个真的。Kibo常居然说来 Big Camera 要买 LED 灯，我第一次发现要买 LED 灯，他说这个灯超猛的，所以他在找灯给我看。这个米沙曲的 LED 灯很厉害，它是属于遥控器，这个一关下来还可以调整明暗。嗯，那我先把它打开，全灯一打开，你看，哦，这个整个流明哦，不但省电，而且它没有蓝光，小朋友不会有闪烁、近视的问题。而且马上，如果你要用，吃饭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电球，马上变成是吃饭的情境。如果我们马上，如果再按下去，基本上就是会有一个图书馆或者是我们荧光灯，所有的情境随时可以变化。你要节省电，2次它就弄下去，就降低它的流明。你要找东西，1次按下去，到就变超亮。对，然后重点是，你如果觉得太亮，直接把它慢慢按，它会把它弄暗。然后你要稍微暖色系。慢慢变橘，它可以调色温的意思，可以色温，直接这边调，全部都可以调，而且还可以有节电、消灯、保安灯，保安灯就是一盏灯在这个地方，小的小灯，所以晚上就是一个明灯，所以这个其实这个很便宜，日币现在你看第一名15800，日币，台币等于多少？5000块，可以就一个灯，安全，然后呢遥控。做到哪调到哪，所以这个灯一大取买它就对了，可以买在台湾回去直接可以装吗？装15分钟装完，没有就直接照水电装就好了，自己都会装，自己就可以装了。如果你看有情境灯，而且本身呢它还有背光灯，它是用那种纤维面板，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已经进入到省电，然后呢节能减碳，然后甚至情境随时可以变化。那这个的车子最厉害的地方呢，国际牌专门是做一些情境的部分来讲，所以国际牌的灯也是配置的。重点是日本制。这也是台湾直接回去就可以装，马上装，这几个所有这些灯具全部都能自己装。有机会一定要买，不买可惜了。很轻，多轻，这个拿起来就这样子，轻轻的一个哈，来小朋友来。小朋友来，你看看，你提提看，这轻不轻？来，我们请我们帅哥示范，行吗？非常轻，很轻，很轻。买回去多棒，好不好？目前哦，托西巴这个吸尘器，连阿嬷都喜欢的吸尘器，阿嬷都喜欢。对，这个阿嬷多喜欢呢。你看到这个其实哦，基本上不管有没有开，它只要一拉出来，这个拖出来，它就会被吸着走。它会被吸着走。然后这个后面呢，随便这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我现在转过来，很方便。那当然，我现在是讲白了，这个阿嬷都喜欢扫地吸尘的吸尘器，就拖吸吧。吸地当然是跟你看这个，其实让它转来转去都没关系，都不会跑。真的耶。可是不是有人喜欢一只的吗？对，但是无限啊，但是这个吸力强到会拖着你走。真的假的？不管真的，他会带你走。然后你转弯，他就带你走。真的假的？1分钟大概12000转。这个回去呢，直接有没有靠着？讲白一点，他就除了他现在把相当空气啊，他把垃圾放进去吗？全部扔进去，他自己会回去之后，这个把垃圾放到这边来，这边直接倒掉就可以了。这很方便哎。
所以垃圾放在这里，然后这里面机器不会有垃圾，会有垃圾，就只要统一到那台就好了。哦，之前都没有发现这台。开个灯，开个。你全世界最快45秒，可以把一杯份的咖啡的水量，可以把它煮沸。所以当你在煮这个我们这个一杯的咖啡的量的水的时候，我们看上去直接给它加热放着。当你把咖啡准备好之后，差不多已经就好了，就已经好，就可以直接倒进去，这杯咖啡马上可以喝。所以这个其实是目前全世界最快加速最快的热水。不买可惜，台币才1400而已。不买对不起自己的嘛，对不对？它有红色，我就是看白色，白色好美哦。夏普目前最厉害的新进气是变浆等处理子，然后它先从这边从这边吸上来的风呢，经过它电子分裂以外，变浆等处理子会把所有菌分解掉，然后臭味大概在30秒之内，房间的臭味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变得清香，然后不会有异味。那薯条通常我们在吃薯条都有薯条的味道。这个，如果你房间有薯条的味道，大概在15秒左右就会把薯条味道全部消灭。这个目前是最强，销售力最强。然后甚至到厕所如果有臭味的时候，你把这个翻过去，它是无线的吗？还是有线？有线，但是你可以翻。异味翻过去，处理30秒之后，你的厕所就不会臭了。真的假的？这个很厉害。如果你要买到日本制的，像这一台AS 这个 AW500，这个很厉害，它会扫描你这个料理要用的食材，然后再判断用什么样的温度去处理它，可以上蒸，然后下有煎的感觉，甚至烤的功能。所以同时在不同的层次就是在我们上层的话，可以有蒸的感觉、煮的感觉，下面有烤的感觉。一次完成，然后这个是对一些我们如果有肾脏病，或者是有一些呢身体上比较减肥不能太油的，用这一台很厉害，它可以让一只鸡腿去盐防止盐去盐盐它会让盐分少40%以上然后油呢用自己的油烹饪自己没有外来的油，所以它是把饭店的设备缩小成家庭设备，所以饭店的肉如果多 Q 它就有办法做到这个养生的工具，然后这非常非常方便，每日健康，然后不会氧化的一个好，而且它是电子的，对，这个电子的还可以触控，它有 menu， 还可以用 iPhone 跟它对话，用 iPhone。但是问题是，如果日文不会的话，它可以设吧？可以用，对，所以很多很多可以用很方便。这台很厉害，现在目前76000，最新的，最新的，这是360度可以处理的烤箱，它是全方位的。有一些是只有单方面，它是全方位的烤，那每个地方受热都会均匀，不管是你要熏的、腌制的，通通可以用这台处理。那这个呢，日币才28100，不买对不起自己。这个东西有空一定要买一下，真的很赞，很强很多。它其实还可以烤猪肉、全部蛋、起司吗？披萨，全部。这是什么面包？我们都把它拿来烤鸡的块，因为它很多东西可以烤厉害。我只推荐日本制这一台，我只推荐日本制，除了 mini 小型，价钱不是问题，一用用到天荒地老，无法抛弃它，因为它坏不了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那第一个很方便，全部都是日本制，安全安心，然后衣服烫了不会焦掉，要买就买日本制的头饰吧，我不二选择，只选择这一台。好，这个简单，日本制的烫一夹直接下去，那裤子放好之后往下一夹，大概不到30秒的时间，马上这个裤子呢变得平整，你看，哇，有没有？方便，还不用熨斗烫那么长的裤子。专门烫裤子的吗？裤子、衣服也可以衣服也可以，袖子下去都可以了。这个目前业界应该没人介绍，好吧？穿的不，这个就是夏天穿的，都是风吹进来，像泡泡一样，然后里面都是空气，而且要绑住之后完全不会流汗。这个很神奇好吧？这个超级厉害。这个吹风机目前我们二姐在用的是它前一代。
这个吹了会变人的吹风机，好，各位知道这个吹完之后，整个人哦不但舒服的，30秒之内啊，会把一些我们的这个头发吹干以外，还可以抗 UV， 因为它会把我们哈分叉的部分修复，水分子很多，然后你知道那个修复完之后，我们头发一个礼拜吹完一个礼拜之后，它会抗 UV， 真的很棒。然后如果你吹宠物，它听到声音，宠物会跑到你旁边来。请你吹它，真的假的？如果用台湾的吹风机一打开，它一定逃走，因为那个太烫，这个很舒服哦。但是记得，只有狮子狗绝对不要用这个，因为用了它会塌陷，它看得见只会难过伤心，变马尔济斯。对，要跟各位讲一下，这个是好、哦、我们二姐在用的吹风机，好、哦，很美，最新的哦，然后国际牌的，好吧？这个便宜到什么程度？9880块。这个3D 的，各位看一下，它现在有三片，类似像三个接点，然后贴在两侧哦，比较酸痛的部分。这个按下去之后，就好像人在按摩一样，哦、它的那个动作跟手指在压你的肌肉是一样。是啊。它可以调中强，还有肩、背中、腕、腰。它会有按摩的感觉是吗？它不但是按摩，就是有人在帮你按摩。哦，然后这个很棒，这个是低周波的一个、简单的小小的那种消除疲劳的，真的不错，还可以调强弱，随心所欲，哦，这个很棒，有机会这个台币啊，哎，这台很便宜耶，对啊，才2700，不买可惜，买一个人回家帮你按摩，这都不会坏的老花眼镜，真的假的？不管是上面下面，你要这样对上去之后，马上可以调到你随心所欲的角度，不用拉近、拉上、拉下，怎么调的？这是非常有用的，对于老花眼相当有程度帮忙，怎么挤怎么样就是不会坏，屁股坐下去也不会马上回到原来的位置。它是怎么？它是有度数吗？它是有度数，但是你只要一旦啊，你有老花的部分的时候，就不用这样子看。哦，你都在看不？这是日本制的哦，然后号称压不坏、挤不烂的。好厉害哦！很厉害哦！所以想对老花眼的有相当程度。Big Camera 结账的时候，如果你要退税免税的话呢，它有专门的免税退税柜台，然后别忘记哦，要记得出示冰冻辣的粉丝折价券，这样就可以除了享有8%的退税以外，还会多7%优惠，总体加起来大概就可以做到85折。然后我把链接都放在底下，记得先是下载，只要存在手机里面，然后结账出示加扫条码就可以折大概最高85折的折扣。那就希望大家购物愉快，拜拜。